师好，早安。啊，我相信爸爸今天一定在你身边，对，他今天一定有来。然后你选的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。那如果以技术面来讲，当然还是有一些咬字的部分，可能要再去练习一下，还有一些口气，因为台语歌毕竟跟国语歌不太一样。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，我也为你爸爸唱一次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我其实在练习这首歌的时候，有听老师的版本，哇，一直听到说服我，哭得更凶。人生的路。